不管明天交易签得成签不成，也不管将来我们的薪资方究竟是蔡衍明先生入主，还是我们傅仲亮先生来经营，或是是王文渊台塑那边派经营者过来，我们同仁苹果日报工会非常坚决的诉求，就是这些未来可能会完成交易，未来我们可能的新股东跟我们签编辑室公约，保障我们目前编辑台自主的运作空间，跟我们签团体协约，保障目前同事所有1300的苹果日报员工的工作权。那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打算是要用我们的首页的决心来捍卫我们目前苹果日报编辑台的编辑的自主的运作。我那边强烈的质疑，他们买这个媒体真正的动机，还有背后的资金究竟是谁？为什么非得买不可？为什么非得去用他们的力量介入，去破坏一份有公信力的媒体？这是我们所有在这边的编辑部的同事，还有所有的苹果员工都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今天苹果日报的伙伴可以这么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我们的应该有的新闻自主空间，这个新闻自主空间本来就是我们应该享有的，不应该是要去争取才有的。那今天台湾的媒体环境走到这个田地，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在场的同业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去，也可以把这样的火延续下去。今天有一群大中传播学院的学生在行政院门口声援一传媒工会员工的诉求，那他们现在也跟我们一样在行政院门口夜宿。对于这些学生们的热情，我相信各位企业跟我们一样应该是感同身受。台湾的新闻媒体环境发展到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未来的言论，如果这笔买卖交易真的成了，未来台湾媒体言论市场是不是真的会被部分的财团所垄断？我相信各位跟我们坐在这里勇敢的伙伴们一样的疑惧忧虑。而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在台湾的新闻史上也一定会有一个见证，它是告诉大家台湾的新闻自主、新闻自由，台湾的媒体工作者是没有那么好被收买的。学生加油，新闻自由加油，苹果加油，新闻自由加油，苹果加油，新闻自由。